对了吧，我帮你喂我。听说你跟东升又要合作，还让环叔接手，这两个都是背叛过你的人，把他俩凑一块合适吗？反正都是问我要芯片，谁都一样，谁不想多吃块肉啊？魏晋也鸡贼的很，有些话我都懒得说。好歹我了解东升，了解环叔，可控。 喂，王太太，你怎么哭了？没事没事，你别哭，你别哭，你有话先慢慢说好吗？妮妮已经睡了，你打了一个8小时的电话。我知道。她每天都这么缠着你吗？老公，你能理解我吗？能。但是你这么跟她聊，真的管用吗？那总得有个人陪着他吧，不然怎么办呢？其实我每次处理他们这些事情，我也难受，我自己都做噩梦。我梦到你爱上别人了。你要是这样的话，我更加反对你做这件事情了。这种感觉你不懂，在梦里，有人拿着刀捅进了我的心脏，还用力的拧了几圈，特别疼。我每次都挣扎，想挣扎醒过来，可怎么也醒不了。醒来之后，我就觉得他们的事情我不能不管。哎，你太累了。老婆，我会好好爱你的。我永远永远永远都不会离开你的，嗨，Long time no see， 好久不见，你可以跟我说中文了，现在，学霸，应该是为了刘涵吧？啊，也是。黑咖啡可以吗？可以。刘涵喜欢，所以我猜应该是受你影响。嗯，可能是的。这样我就开门见山吧，不耽误你的时间。好，我是来履行我的诺言的。我曾经答应过你，如果刘涵有朝一日变成单身的话，我会第一时间发给你 offer。但我知道你不是一个缺 offer 的人。你的 email 我看过，条件确实非常的好，但你这是在赤裸裸的抢人呢。我很欣赏你，而且刘涵对你来说也很重要，你们在技术上永远都能够碰撞出最好的火花。离开凯云吧，来我们领通，我们将缔造一个新的天地。我必须承认，你们最近两次的产品非常的有想象力，还挺吸引我的。你来到我们这儿之后，会发现更有想象力。高手跟高手在一起，永远都能创造出最好的产品。而且我也很懂刘涵，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他的技术灵感永远都是最极致的。但其实光是一个刘涵说服不了我，因为 Brian 他是一个非常有领导力的人，所以你跟我打感情牌没用的。你得必须向我证明你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 CEO， 和别人非常不一样。没错，我承认 Brian 是一个非常有领导力的人，而且公司非常成熟，给你的技术环境也非常成熟。但是任何事情都是相对而言的，同时带来的就是条条框框和循规蹈矩，不是吗？而在我这里，我能给到你的是一片全新的天地，一块肥沃的土地。
我会给你充分的信任，还有支持，激发你的想象力，还有天赋。你在 Brian 那里就像是一个他的守国的将士，你、我、刘涵，我们三个人是要创造一个新的王国，新的王国，听起来是不是更有吸引力 ？Yeah， you know， 我是从小被美国人领养长大的，所以我对这片土地是有非常复杂的一种情感。我总想为他做点什么，但我不知道该做什么。在回中国之前，我听说中国的科技落后，但我没想到我来了以后呢，我去医院检查身体，这95%的设备都是进口。从0到100的旅程不是更加的激动人心吗？女人的，我们会被历史记录下来的，灵通一定会上市的。我给你的股票不是废纸，你跟刘涵这么年轻，你们一起创造了两家上市公司，就像是硅谷的 Bill Pratt 和他的 CTO 女朋友。Bill Pratt 他在公司的那个 party 只和他女朋友跳舞，所以他们硅谷的大佬还说什么他是，哎，那个中文怎么说？妻管严，哎，妻管严啊，妻管严。难道我们刘涵不是吗？梅兰达，你要相信我，中国半导体的这段创业史一定会被记录下来的。而我们从无到有，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到那个时候，我希望你们的名字是写在一起的。对，你今天跟我说如果跟上你的速度就告诉我一个大消息。对呀、啊、什么消息？嘿，我要来领通了。什么？你要来领通？对呀、啊、啊，为什么？因为正好潮啊。啊，这是，哎呦，你别一跑完你就坐下。不是，他给你发邮件了？对呀、啊、他怎么说的？就说的很笨呢、啊、他很有说服力吗？ No， 还没有 Brian 好。那为什么？家庭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我就觉得张海潮他是一个非常有家庭观念的好男人，所以我希望我要嫁的男人呢就跟他一样好，是不是？我会对你好的。那你最近对海潮意见挺大呀，他那么的关照 Jason。 Anyway， 我就觉得家庭很重要，我从小都没有父母，所以我很看重这些。说实话，我没想到你会这么想。嗯，是个女人应该都会这样想吧，谁都希望自己爱的人呢能够像海潮对林夕那样好。那天我记得我在路上，我看到张海潮他拉着他女儿的手，然后还让他坐在他肩上，然后双手还拿着两个大包，我真的挺羡慕的。我就希望我去了领通之后能够事业家庭双丰收。嗯，我会做到的。一定会。好，近朱者赤。我这你都知道？那当然，所以你要好好的多靠近张海潮这个猪。其实 Brian 人也挺好的，就是那女朋友太多了。哎，陈明的 CEO 里边，我觉得张海潮真的挺有意思，很特别。他那天来说服我的时候，他居然用了一个硅谷舞会上只和自己女朋友跳舞的大佬的这种案例来。Oh, it's so ridiculous, but I like it. 他说的全在我的点上。啊？李旭啊。啊。啊，真是个大新闻呐。我反对。我也反对。
我相信所有股东的意见应该都是一致的。一家企业里面两对夫妻，这不太可能吧？我同意。的确不能把领通变成家族企业。我不同意。任人唯亲固然好笑，举贤不避亲也是真理，对吧？各位都是领通的股东，这是为了领通好。你们会认为米兰达不如杰森王吗？他可是 TF 的首席技术官。但是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啊。上次你起走的事情我们已经破了一次例了，这次米兰达我们就不想再破例。能不能从外面请一个人？我们马上就要进入到上市流程了，在这个时候铁了心跟我们还不会狮子大开口的，除了自己人还能有谁？好，我们从外边请一个人来，现在一定会拼了命的问我们要股份，到时候吃亏的不还是你们？我想啊，我们还是不能答应，这个太危险了，不可以 CEO CTO 的太太都在同一家公司，销售总监和首席架构师这可都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上市前能换销售总监吗？答案是不能。所以这个问题我们在上市之后再做讨论好吗？但是请各位放心，我一定会尊重大家的意见。美国士兵会议怎么样了？我跟他们说了，他们有些事情让我转达。他们对 Miranda 的走很愤怒。对，他们觉得你不会管理公司，所以才会让张海潮有机会挖走 Miranda。而且不能理解为什么要针对华强北市场，不搞好中高端市场。因为领通如果一旦上市，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威胁。还有，说吧。他们希望你搞清楚自己的位置，尽快回美国，把 TF 的股价给搞好。我是不可能回美国的。我一旦决定做一件事情，就一定会干到底。帮我给董事会写个 email。写什么？让他们少管闲事。哎，哎，韩叔去哪儿啊？哦，东升来了，找我聊无卡不带的事儿。一会儿韩子也过去。啊，是吗？他没跟你说他来了？估计是不好意思了。没事，你们先去。我去。这么高兴啊？那当然了。我第一次去印度，哎，这个主要还是应该跟你一起去啊。这大学毕业之后啊，我还是没有旅过行呢。上学的时候咱们去西藏，当时你高原反应吐得排山倒海的。是，那多亏了黄哥当时背我嘛。你跟大高哥当时把我累死了。哎，你还说你喜欢紫霞这事，你还记着吗？有吗？那不记得，没有吧？哎呀，别想了，谁都知道。是不是，我跟你说，要我说，紫霞是真好，真的心地善良，什么都肯让步。要我也喜欢。哎，当时那帮男生啊，都追他，让你小子给得逞了。要我说，那帮人都恨死你。好了，你这无卡五代做得够快的。开发双卡双代的时候，海潮其实就想到无卡五代了。是吗？是啊，他还做了方案。他说印度是个大市场，印度人比我们更想省话费。他还让韦总去开发印度市场。有意思。海潮心里一直有你，他知道你多不容易，只要你要芯片的话他肯定会给你的。他这个人其实就是好到没有原则，你看他对黄立新那个样子，说来也荒唐，米兰达还老让我学习他。你按道理我对米兰达也很好。就是韩子，我心里有你，有他，哎呀，大家
现在都不敢空手来找你，印度买的。你认识我这么久，你什么时候见我戴过丝巾啊？说吧，什么事儿啊？欢叔出了点事儿。怎么了？他太太注册了一家公司，我们所有的芯片都会去那儿转一圈，他们从中抽成。抽的多吗？目前还行。那这事儿你就别让黄灵溪和海潮知道了，灵溪眼里揉不得沙子，海潮又只能听他的。这是你说的话吗？你想让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啊。说实话，我挺理解欢叔的，领通工资这么低，他也有养家糊口的压力，现在换到销售口了，有点赚外快的机会，捞一点了，很正常呀。哎呦，你现在活得可真够通透的。都是老同学嘛，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吧。我倒是觉得海潮把欢叔放在销售口上，就是想给他一点赚外快的机会。况且你又在旁边看着，只要欢叔不要太过分，我觉得没有什么大问题。行，那我好好盯着。盯着我干嘛？还有事吗？试一下。料子很好啊，师兄，恭喜上市啊！还有几天，不会成功了对吧？那成功了，成功了。哎，师兄，你们那公司还要人吗？哎，对呀，对呀，对呀。有机会啊！哎呀，各位，我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领通科技有限公司的首席技术官刘涵，刘涵师兄，大家掌声欢迎。海潮师兄，他来不来？哎，别急，马上就来了。哎，张海潮啊，那可是我们系神话一般的人物。哎，都说 CTO 转不了 CEO， 结果他切换自如啊。是啊，不敢想象他的艰难。张海潮，神一般的存在。哎，现在还是我们集成电路里程碑式的人物，中国科技界里程碑式人物。海潮师兄，你来了呀！师兄，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想你啊！最近过得怎么样啊？师兄，来得太慢了。不要小瞧这张桌子，这是我们苍穹的第一样资产。如果你想用资本来撬动你心爱的行业，你做成给我看呀，不能总成为失败的案例。我一定会做成。小牛手机下个月订单就是要翻倍。不是，那泰山手机对双卡穿戴芯片那需求也是翻倍的呀。那肯定先紧着韦总啊。就因为你跟他关系好。你什么意思呀？那要是论关系的话，那东升还是我们老同学呢。老同学才不地道呢。不是你。行了，别吵了，黄总怎么说？他没表态，要不是他踢皮球，我也不能到这儿来啊。艰难的时候黄总自己不会表态的，总是让张总来做决定。难道不应该吗？我是 CEO， 本来就是要担责任的。先给韦总吧。我们公司马上就要上市了，当然是要跟体量最大的公司合作。上市之后的业绩直接决定了我们的股价，我们肯定不能跟股价过不去啊。是啊，当然了，我就盼着股价大涨呢，全公司的人都盼着呢。张总，来给你倒点水。啊，好，谢谢。喂，董事长，海潮不给我们下一批芯片，怎么办啊？别着急，我立马叫他现在下，明天就能搞定。不是你确定吗？非常确定。要不说还得是你。哎，你这回回来，我给你准备几瓶90年的好红酒啊。为什么是1990年的？哦，我们几个是那一年认识的哈。要不说你聪明呢，兄弟，这回靠你了啊！说好了，拜拜啊。
欧阳先生有人找你。你怎么来了？早安。早啊。我是来谢谢你的。我知道目前的泰山手机不可能得到红木资本的认可，帮了不少忙吧？不用客气。本来我也有我自己的诉求。那就好。这什么情况啊？我想和子夏吃一个没有人打扰的早餐，可以吧？你很有礼貌。你该不会就买束花来谢谢我吧？其实这束花都没必要。你跟我说的提议我认真想过了。理论上，投资者和被投资者不可有感情纠葛，这个问题你怎么解决？我们之间没有感情纠葛呀。如果你指的是结婚，那大不了婚后我不负责你的项目就好了，这很简单。像你说的，我们知根知底，彼此了解，但是我们心里没有彼此。我这个话很残忍，能接受吗？能接受啊。我做好一个妻子该做的不就行了？况且这个世上身边人不是心里人，常态。主要这件事情对你我都有益，你是我先生之后，张海潮会帮你，林光耀会投你，甚至 Brian 以后也会跟你有长期的合作。我的存在让你变得更靠谱，多好。昨天领通不肯给我双卡双待的单子，反而给了魏晋。你有没有什么办法让张海潮改变主意？有啊。我账号发你了。上市后，如果你想收购一家美国的射频企业，也是可以的。射频企业可以给我们带来国际的大客户，但是我们的对手肯定会出手跟我们抢。剩下的还有一些小困难，比如说对手做空我们的股票，或者是造谣我们财务作假，诸如此类吧。爸爸，你怎么不接电话？啊。爸爸开车的时候不能接电话。怎么了？不接吗？刘鲁京不想给产能的时候也不接电话，谁让我们现在芯片供不应求了。喂，子夏。林夕啊，在送妮妮上学呢。呀，你是在我身上装摄像头吗？海潮也在吧？我跟他说两句。你等我看免提啊。说吧。找我啊？怎么了？你说。海潮，你能不能重新考虑一下，把那批订单给东升啊？给我一个理由。我们红木也刚过会，投了东升。这算是同一个资方啦。这在我这儿可不是一个什么像样的理由，是东升让你跟我说的？还真不是。你就当卖我个面子呗，总不能我们刚投了泰山，他们业绩增速就放缓。说白了，就让你们领通帮我背个书，这样我在红木也好做人。哎呀，你子夏都开口了，那这面子我是一定得给呀。那先谢谢了。好，说定了。拜拜。红木投了泰山，子夏主导了。作为职业投资人，他看好李东升呗。爱丽丝已经在等我了，上市之前还有很多琐事要做呢。先去公司吧，你去开会，然后我送妮妮。
你那份计划书我没交上去，我帮你重新做了一份。为什么？你那份计划书的最终目的是成立产业基金，但是这对于渴求中国手机市场的红木资本来说毫无吸引力。当然了，我也能理解你，你需要产业资本帮你架构一个新世界，这一块儿我确确实实能够帮到你。你还真的是变了，不仅会谈判，还会运筹帷幄，真好呀。但是我现在真的没有办法再爱上一个和我有利益关系的女人。不爱就不爱吧，没有爱情就没有软肋，没有软肋的人才是王者。东升，你不是一直想当 number one， 不想被张海潮压一头吗？可我告诉你，现在整个半导体市场看好张海潮远胜于你。领通眼看着就要上市了，张海潮这么年轻成就了两家上市公司，分别担任 CEO 和 CTO， 未来很多年里他都将会是传奇。你呢？你甘心吗？我有野心。我想成立产业资本，我想从另一个维度成就中国半导体的产业链，不为赚钱，为我心中最初的那个坚持。从这个角度来说，娶你有好处。你现在懂也不晚，爱来爱去的有什么意思啊？既不会带来钱，也不会带来股份。你想要我多少股份？你能给多少？喂，林夕。裴子夏，我现在在你家门口，你方便出来吗？哦，好的好的，我出来。哎，林夕。哎，妮妮。怎么了？哎，要不进去坐会儿？不去了，不去了。我跟你说两句话，很快就说完。啊，刚你说你又投了泰山啊？啊，我觉得案例不错，又是老同学，所以就投了点儿。怎么了？我是担心你又回头。林东升是什么人，你又不是不了解。万一他表现好，说不定我就回头了呢。当然不行了，林东升要是爱你，他怎么可能刚跟你分了手就跑去跟金文在一起呢？而且金文那样的人，你不是他的对手。我了解他的，我也没想跟他比过呀。好了，林夕，你放心，我知道我自己在干什么，我也会保护好我自己的。啊，别操心了。我刚刚听到了你们的对话，考虑的怎么样？我考虑什么？你帮帮忙好吧，我等你说服我。坐。我年轻的时候因为没钱被初恋甩了，这件事以后就变了。我知道你们都鄙视我。我也犯过不少错误，但是有一点，我从来不占女人便宜，这是江湖规矩啊。没错，但这个不是重点。那些姑娘都说爱我，但是我心里很明白，所谓的爱只不过是欲望。我女儿不一样，他对你是真爱。你女儿拎得清的呀，她非要和我在一起，想和我一起创业，这不是欲望？我现在是不是又是最合适的人选了？像郭靖、黄蓉这样的夫妻啊，在小说里存在就好了。我当然想成为他们，但我命里没有。既然是利益婚姻，条件是什么？你要什么条件？红木资本的投资还不够吗？
陪嫁是什么样？这个房子还不错。李东升，你太过分了！你，你跟我谈过分。曾经你为了一点利益跪在我面前，连脸都不要了。从那个时候，我就对过分这件事儿模糊掉了。不可能！任何时候我都不会和你一样，我就是要给你一个教训。等你答复。你也听到了吧？听到了吧？小子昏头了，要我的房子！你疯了你！你疯了你！这种人你还嫁？爸爸，你别生气，你别生气。我给你算个账吧。来，中概股每一次上市，对手公司都会做空股票，联通也不会例外。不过这都是有办法可以应对的，只要闹明白对手的节奏，确立好防御机制，一样可以反败为胜。你认为 Brian 会怎么做空我们？指证财务作假，让审计公司审计。我们的财务干干净净，他们可以给你设局，让你进入温柔乡，桃色事件也是可以影响股价的。这种事情绝不可能发生在我身上。好，很好。接下来他们就会说你的产品有问题。我们的产品也绝对不会有问题。张总，上市乃至上市以后的股价操控，有时候就像一场激烈的博弈，它需要有一个像谍战一样的耐心。你就好比上次我帮那个赵总上市，他跟你的情况一样，也是夫妻老婆店，他们用的是假离婚，闹得天翻地覆，还找了几个演员过来装小三，上市以后才对外宣称实际上他们俩感情好得很，做空机构一脚踩空，股市上扬，效果特别好。我查了公司资料，很多公司都是这么做的。最好就是你们夫妻感情有问题，因为这个是最能够去影响做空机构判断的。就是委屈您和黄总吵吵架什么的。闹离婚，闹不和，搞小三，这些劣质商战剧的桥段，你们是怎么想出来的？这不是劣质商战剧桥段，假离婚特别有用。这就跟普通老百姓假离婚买房子是一个道理。我不会利用我的婚姻做这种事情的。这不是利用。我不会离婚的。这是假的。假的更不行。这个财务报表作假很难，一波三折，特别麻烦。我觉得你们的思维可能太局限了吧。要不然这样，我给你们出个点子吧。我得癌症了，快死了，生意做不下去了，马上就关门了。把这点子透露给做空机构，上市当天宣布我没癌症了。怎么回事啊？医院误诊，怎么样？张总，这个诅咒身体还是不太好吧？有什么不好的？你们都诅咒我离婚了呀。还有一个点子，更好的。我被绑架了。刘涵，让刘涵绑架我，关到小黑屋子里边，突然 ，CEO 不见了，然后在纽交所敲钟几天之后。突然，我又满身伤痕的出现了，咔嚓，股市逆转。张总，你要是去做这个港产商战大戏，肯定比那帮编剧强。你知不知道我最讨厌这种烂透了的剧情？生意做不过人家，就杀人放火。我们这是高科技生意，不是黑社会买卖。我的这些招数虽然有点无赖，但是它有效啊。我不喜欢无赖的招数，
我就喜欢明刀明枪的干，所以给我提建议要慎重点。最主要的，家庭是我最宝贵的东西，绝不可以拿来做文章。啊，姜薇，这话我也是说给你听的。知道了。行了，我准备飞美国了。我对自己的股价非常有信心。好的，那我回去再好好想想。奇怪，以往中概股上市公司的那些招数，张海潮一招都没用。正常，他又不是那种人，他不爱撒谎，不圆滑。所谓的这些招数都要求他演戏，但他这个人就是不爱演戏。这样的人也能把公司带到今天？我只知道他要稳定股价的话，肯定是使用最艰难的方法。您说，印象？没错。华元智新的刘汝京就是这么一个人。刘汝京让华元智新成为了中国最大的芯片代工厂，国外的代工厂想做空他，便在美国告他侵权。但他有胆怯过吗？你告我，我就跟你耗呗，反正产能也不能下来。那你能猜到张海潮接下来会使什么样的牌吗？不用猜，张海潮不是李东升，他会以最光明正大的方式暴露在我的面前，而在台面玩个游戏更好玩。太好了，太好了。今天，领通集团在纽交所上市，其 CEO 张海潮刚刚宣布全面收购 Qualcomm。消息利好，股价在收盘时上涨了30%。领通集团致力于手机基带芯片，是一家在纳斯达克上市的中国芯片企业。因为张海潮有意愿收购夸康，怪不得股价大涨。那为什么做空机构预测10天之后大跌呢？因为收购失败。你该不要从他手里抢夸康吧？我有这么说过吗？我们现在完全没有必要收购任何的食品公司。张海潮收购夸康是因为他希望从而得到几家国际客户，而我们有的是什么呀？我们不缺国际客户啊。There is， 你最近脑子很清楚啊。我没有不清醒过。现在金融危机一触即发，我绝对不会轻易动账上的现金的。除非……除非什么？要玩商战，就应该玩场大的。有的时候危机就是机会。这是我原来工作的地方啊。你知道我上次来这个地方的时候还拼命的看手机看邮件。哎呀，行了行了，知道了，都说了多少遍了，不就怪我没给你发信息吗？行了，我这次不陪你来了吗？高兴了吧？高兴。你来我当然高兴了，但是我特别后悔没把妮妮带来，我应该抱着她一起敲钟的，然后拍很多很多的照片，以后啊，别人一看这个照片就知道，哟，还有一个很厉害的老爸，尤其是那些男人，再也不敢欺负他。没人欺负他，哎呀，要不这样，
回去呢，我帮你把妮妮都 P 到你的照片上，好吧？哎，也行，真的。哎，他的爸爸是张海潮，这件事情有必要用照片证明吗？你可不知道，我这人真的什么都不怕，但是一碰到你跟咱闺女的事儿，我就特别特别的紧张。你们俩是我的软肋，我多么希望我们的女儿这辈子都可以活得随心所欲，别像我们一直不停地跑，没个尽头。这次上市也是个阶段性的成果。哎，我们回去之后带妮妮回趟福州吧，去看看你爸爸，带他吃吃福州的点心，爬一爬古山，再去海边玩一玩。好啊，我接个电话。喂，好，我知道了。